唱到副歌激动处，手拿麦的五月天主唱阿信和团员玛莎跟随节奏左摇右摆。本该是动容的一幕，网友却紧抓怎么音量几乎没变，给阿信扣上假唱嫌疑。五月天遭控假唱事发至今进入官方调查阶段，一直没多表态的阿信在48岁这天终于发出长文。先是笑说人在欧洲，因为时差可以过两次生日。话锋一转，虽然特别的日子有些人觉得多些嘈杂，但多认识人未尝不好。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，这首歌从低吟到嘶吼，全依赖我24年来的嗓子。除了真唱，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。不要担心我，别为任何事辩解。我确信没唱五月天会让你不虚此行。话题与热搜终究会过去，留下平凡如你我的血肉之躯。身处纷扰人，安慰粉丝，让歌迷替他心疼又不舍。猥琐的笨家伙，你们有最后的5个好朋友，那就是上海场。这番话如此耐人寻味，各方论战四起。音乐人朱约信回顾这段影片。从新开始过着抛出阿信2008桃园跨年这高音必吹，说哪里有假唱都是真唱啊，更开玩笑经常走音应该不会有假唱的问题，看似狠狠亏的力挺方式如此另类。 TVBS 徐嘉瑞，我们去台湾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